近日，吴尊在直播过程中首次曝光了女儿内内唱歌的视频。不仅如此，吴尊还开玩笑称这是他自学的，在众人面前唱歌他比我勇敢。果然，吴尊坑女狂魔的名号不是白叫的。电话让你们看一下，这是独家首播，独家首播，我又要出卖内内了。想不想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能给你们看到完，对，因为他会骂我的，因为他那个是在家里自己学习的，然后他考试的时候呢，谁都不能进去，只是一个老师在前面看他在那边唱歌。想我小时候我都没有这种胆量，他真的是比我更勇敢。